我觉得霸王所有的比例的搭配，肉跟笋，皮的厚薄度，然后酱汁，全部用对就是一个超好吃的霸王。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有时候皮太厚，有一点我不喜欢那个口感，但是如果比例刚好，就是哇，酱汁很重要了，对。所以你酱汁是怎么调的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好像不方便哦。什么东西？酱汁就是机密，酱汁真的就是机密。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。感觉原界包得很好哎，真的。然后李仁哥的特别大方，然后我很小气，金牛座。嗯。你点卖家鬼霸王鬼规规转里面？卖很久，卖三四代了。哇，三四代哦。三四代了。那一定很好吃，一定很好吃才能卖三四代。是吃美味还是故事？我觉得我要把它补的时候，我把那个什么这个料捏扁一点去补是比较好。对，它比较不会堆一堆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你看，聪不聪明？太大颗就是补的太多了。是这样。哇，你包很快嘞。对，你包的很快。是啊。我包最慢的。而且我感觉你原界的好漂亮哦。因为我准备就来吃肉啊。我很认真哎，因为我刚没有吃到，我真的很饿。我有备而来的，当一路上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字，什么？这么拼，这么拼。冷静的加速，冷静的加速，那蛮难的。冷静的加速，可以，再一颗。抓得刚好就好了，再一颗，抓得刚好，再一颗，真的假的？我这样压力好大哦。好了，我这颗顾好它，有慢慢上手了。十五秒，十五秒应该可以捏完这个。太多了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我，嗨。好吧，你几颗？没有我想象的多。那边数一二三四四八十二十四十四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我少一颗。少一颗。哇，你很多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。好，十四。哇，十五颗。啊，你十五吗？十五颗。十五颗。好，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。那我们要请老板来帮我们淘汰掉。淘汰掉。哇，紧张了。一颗一颗冰管，是不是？严格是不是？这个倒掉了，这个不行了。哎，老板，这颗是你放的哦。这没有没有。其他都可以哦。那李仁哥要100分哦。他真的是做的比较漂亮。有吗？我要比较漂亮哦。只是说他大小哥差的有点多。哦。大小哥差的多。对。一样标准哦。一样标准，不知道。哎，那个明显不行。哦。太赶了。对，最后一颗嘛，最后一颗太赶。应该也 pass 了，就是比较大颗为主。对，比较大颗，大颗吃到我的。如果是这个的话，这三个我会选择一个，因为它的大小是最赶。千疮百孔又快了吧？这都真的，它太快了吧？它这个破洞太薄的话，它就炸了会散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拿掉嘛，拿掉拿掉它，不是啦，不是不是，你的不行的拿掉，不能拿太严格的话，每颗都不想拿起来。你说我们的也是吗？它破洞比较严重一点，不能把破洞藏在底下。好，所以用几个？好了，就这样子吧，一人挑一颗。好，七十四颗，十四颗，我们都各扣一颗啊。是，老板对我们仁慈，都各扣一颗。十三、十一，所以就恭喜瞬间。哇，真的哎，获得我们第一届霸王王子。哇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！哇，恭喜恭喜，有天分。对对对，对于陈浪，陈浪。成功的得到第一届的冠军，有什么感想？哎，我先喝了它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来这边就是要吃到霸王，所以刚刚很专心的就把这个霸王做好。是，等一下可以好好享用。对。
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谁吃到我这颗有福喽？盖大了，哇，这颗 CP 值超大的。对，好。就是接下来傍晚就随便换一点了，随便点，随便我点，多点一点，多点奖。你要把我们工作人员全部都点。菜单上就先来一份。对，老板你会，老板你会后悔哦。不会了，你会后悔我们这群蝗虫不来过。你是冠军，霸王王。冠军的心情总是开心的。老板，我想请问你，在这边一般老饕是都会点什么东西？基本上都是肉圆米糕，还有四神汤。肉圆米糕还有四神汤，这是基本款。那就先给我来一份。来了，哇，马上就来了。不要羡慕我，不要羡慕我。哇，这看起来很厉害，就很厉害了。哇。羡慕的，刚刚没有说冠军是冠军的，但也没有说输了不能吃啊。对，刚刚没有说到这个，对，决定人。大哥，那你可以给多一点给老板嘛，反正一个人吃不下。老板，我问你，我可以把这个冠军的好运分享给这两位吗？当然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那就一人一个基本款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人基本款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搞定。那我就先吃，先吃，你先吃，你先吃哦。好吃吗？真的是手工的感觉。来，嘣！一人一组。哇，赞，好期待哦！谢谢。哇，这一组好漂亮哦！太棒了！综合汤，哇，这个是帮你们设置外的，一般没有猪，没有错，哇。超便宜的，对啊，霸王直接比赞，然后他们的15块，哇！老板，你说你那什么时候调的价格？怎么说去年五月份，去年年哇塞，所以在去年之前是霸王是多少？都好像都超5块钱，哇！15块的汤，去年才不是2018的事情，哇，这太厉害了，对啊，这个真的几十年，然后你们就是维持这个低价钱的高品质，真的哇。这个是老板准备给我们的基本款，对，来到霸王王，里面有霸王跟道地的汤，没错，然后还有冰哥也是招牌，所以其他的上面还有好多，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我是赢家嘛？对，是赢家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小菜啊？有鲍鱼啊？没有，霸王没有，对，龙虾，螃蟹，五角味，五角味，多点一点，多点一点，反正你是赢家。我在想，我们可以试试看干面，好不好？好，干面好。生的不方便，而且不方便吸管，其他的都可以来。那这样好了，我这里我点一个干面，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。OK， 好，干面，把这个请留给大家。OK， 好的。你这个酱汁不得了哎，哇，好好喝，不得了哎，还有一点微辣，微微的提味。所以它这个皮是 Q 的，但不会让你会觉得很难咬。好好吃哦！刚打的粉就是很好吃，难怪老板不让我们参与制作原料。商业机密，当然是商业机密，太好吃了！我觉得它整体的口感非常的好，就有一点点皮，一点点笋，一点点肉，那个酥脆，然后稍微嚼劲 QQ 的，哇，那超好吃！勾炸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酱是加米糕吗？还是加米糕好吃？加米糕是辣酱吗？是，这个加肉圆好吃。真的吗？是不一样。哎，这有点甜甜的辣，这个就是。其实我觉得它什么酱沾米糕很好吃，你知道吗？肉圆酱沾米糕。哎，对，肉圆酱沾米糕。老饕这样子吃，对，老饕这样子。老饕，哎，老饕这样子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哦，含米糕很香哎，非常香。米糕，对啊。哎，米糕的米不会那种软烂，它还是那种的。对，我要沾这个酱。可以，我觉得沾这个酱好。这应该是把
霸丸吃完，把米糕放进来。对对对，老饕都这样吃。对，哦，好香哦，你那个虾米，哎，虾米，虾米爆的好香，好香哦。嗯，你看我吸点的，不会食咸，好好，完全不会食咸，对，刚刚好。然后这个饭粒，你看真的很好。吹好，吹得刚好 Q 弹，好好吃哦。加个分，加个分。虽然已经满分了，这样不得了。味道有那层次的提升，对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嗯，可是会有一个层次的提升，有一个层次的提升，有一个层次的提升。因为这个肉圆酱真的是无酱超赞的，百搭，豆搭好吃，真的真的，哇，真的酱好厉害，豆腐跟酱超好吃的，好吃，对对对，什么东西，这个酱品。好好吃哦，吃到用脚趾鼓掌哦，因为手不想停，太好吃了。豆腐加酱很好吃的哦，那个汤好，好舒服哦。没有喝到汤，可以喝的汤。就你在吃完酸味很厚，然后酱料比较浓厚的时候，嗯，对对，清汤。然后刚好有那个姜丝，可以让嘴巴归零。吃完又可以回到，吃完就再来一颗。再对，真的真的需要一两颗。还有。哇，一定要特别交流，就是四元界的干面。四元界的干面，我们不能乱吃。要不要再来一个霸王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好像可以。让我来品尝这一口的胜利。胜利的滋味。嗯，仿佛就是我阿嬷每次放学回家，下次把面给他。这个真的是阿嬷教我。就是那种亲切感。还有一个蒜泥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蒜泥，肉燥，厉害，肉燥，它会有这个味道，是，对，肉燥，蒜泥肉燥。我想再没加酱汁，对，你要再后加，对，又再来一碗汤跟一碗热辣，一直重复停不下来。啊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老板，饱餐一顿。超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吃霸王，然后今天居然有荣幸能够学习到怎么样去包一个霸王，我觉得对我来讲蛮重要的。对啊，你应该也是第一次吧？第一次，完全是手工做出来的霸王，然后又吃到霸王之后，觉得太好，重点太好吃了。哎，其实我本来不喜欢吃霸王，真的，我现在是喜欢吃的。对啊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那你可以就是我们就是在你这边打工完，你可以再推荐我们彰化有哪个地方？值得去走一走嘛，田尾公路花园可以去看看。哦，我们早上有讲田尾公路花园。哦，公路花园哦，听说很漂亮，听起来很漂亮。全部都是花，全部都是花，哇，好，走那当花痴。谢谢老板，谢谢，生意兴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哦，老板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到我们吃的霸王。对，谢谢，那我们就上车，道别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走去田尾公路花园，谢谢老板哦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，走。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